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首先，我给你们5秒吧，赶紧去拿一杯咖啡来。OK，咖啡，Cheers。OK，好，第一件事情就是新年快乐。OK，祝大家。看一下，我想一下那个成语是什么？虎年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然后虎虎生威。我好像只会这个成语，没有准备好啊。但是我希望新的一年就是春节的时候，我希望每个人都和家人都聚得很好，然后当然是新的一年财源滚滚然后红包多拿一点。OK，好，第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这个，2021年 CCtalk 年度老师奖，李宇轩教练。OK，好，谢谢你们，OK，谢谢你们一直支持在我的这个网课上面就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才得到这个奖。OK，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好吗？真的非常谢谢你们。OK，好，那说到这些网课呢，现在所有的网课都是有春节的大优惠的。OK，傻球的网课包含所有的基本功，吊球的网课也包含基本功，步伐的网课包含单打、双打、混双的所有的步子，只要跟决赛有关的，训练全部都有包含。然后双打发接发和前三拍，也就是套路啊，这些都是现在有春节的大优惠的。然后如果你一次性买完5个课程的话呢，我们还会给你额外的折扣的。OK，那不要错过这个春节的这个活动，好吗？如果不知道在哪里找的话，可以看下面的评论区，要不然上西西豆搜我的名字就行了，要不然私信我也可以。OK，好的，那进入正题。春节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是吃喝玩乐，对不对？要是如果春节的时候你不休息，你不吃喝玩乐，那我觉得你太对不起你的春节了。然后呢，在春节的时候呢，很多球馆也不营业。对不对啊？因为他们也得回家嘛，对吧？那很多人就问我，哎，教练啊，我只吃顾着吃，只顾着喝，我都快要长胖了啊！我都不知道在家里应该怎么练，怎么保持我这个水平啊？还是我想减肥应该怎么办？好，今天呢，我就出一个在家里，OK，或者在你的小区，或者在公园，或者是在只要是有空地，你就可以练的一些。体能训练，腿部力量训练，和一些核心力量，这样子的话呢，它不只是可以保持你的水平，可以保持你的体能，更重要就是你可以减肥，就是一个很好的燃烧脂肪的一些训练，好不好？那我们废话少说，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吧。哦，等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记得关注我，然后帮我点赞、转发、评论，然后投币。一键三连，好吗？谢谢你们的帮忙，谢谢你们的支持。OK，然后我就会继续的一直带给你们这些所谓的干货的一些视频，好吧？那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吧。哟，OK，好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春节的时候很多球馆还没有营业，对吧？那我们应该要怎么保持呢？啊，或者是你吃太多了，对吧？只顾着吃，没办法去运动，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训练或一些动作可以在家里练的，或在你们的老家或小区里面练？不一定要去到球馆，但是在家里可以做的一些体能训练，这样子你们可以一保持你们的这个体能、你们的这个水平、你们的这个状态，同时更重要就是不会长胖了啊。OK，第一个呢，我们练的呢就是原地转向，就是你经常会看很多球员。或者是专业球员，他们会做这种原地的这种跳啊、走跳啊，这种就是原地的一些体能训练，好吗？这个也是帮助你的在球场的灵活性。我们分两种级别，第一个呢就是算是初学者，就是你从来没有练过，还是你可能真的是吃太多了啊，真的是很久没有训练了，我们来一个比较初级的。然后那些呢打球打得比较多的或曾经有练过的，我们算。高等的吧，好吧，这一个初学的，一个是高等的，好吧。第一个我先教初学的，好，我们分为7个动作，OK。好，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开关，开关，OK。你会看到我的脚后跟抬起来，OK。你会先关，然后你开，关，开，关，开，关，开，
开关。好，你说要开多大呢？不用说开得很大，刚好到你的肩这么宽就行了。OK， 但是你一定一直要用前脚掌或脚尖。这个呢，你们做30秒。来，30秒你们可以停一下，如果你们觉得有点累，你们做两组。OK， 你们停，可能停个5秒吧，啊，或者是10秒吧，然后你们做第二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高抬腿。我要先说，所有动作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前脚掌啊，没有用脚后跟的，除非是一个弓箭步。如果我说一会儿我们做弓箭步，我会跟你说怎么做。但每一个动作都是用前脚掌，这样子的话呢，你落地才会轻。当然，首先你不会受伤。第二点呢，你们打球的时候移动起来一定是要轻的，好吗？所以就是抬起来，然后你就抬上来就行了，抬抬。OK， 你看我落地的时候啊，我是用前脚掌，我不是用脚后跟，我不是用脚板。要是如果你用脚板的话，你会发觉到你第一步下去，第二步上来的时候很慢，第二点落地你会发觉到你整个人特别重啊，就很难做啊。OK， 会很难受的，你的腰也会很难受的。OK， 你要说抬多高，越高越好。你做30秒，然后停一下子，然后做第二组。第三个动作就是弓箭步啊。好，弓箭步那些有看过我的视频的人，你们就知道弓箭步应该是怎么做。那些没有看过的呢，我再快快的说一下。弓箭步，你每次做一个弓箭步的时候呢，你不是两个腿直往前这样打开，然后往前这样压。你看到吗？我脚超过我膝盖超过我的脚趾，然后我的这边会抬起来，这就错了，膝盖会受伤的。OK， 如果你经常打球这样子，你才知道为什么你的膝盖疼了。OK， 左右脚都是一样，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啊。OK。应该是怎么做呢？你稍微往下压一点点，然后往前迈就行了。往前迈的时候，你前面这脚是脚后跟先落地的。OK， 然后它这个往前一弯你的膝盖的时候，你就应该很自然的下去了。OK， 看，所以最好就是你往后这样站的时候呢，都是前脚掌的。后面这脚是前脚掌，然后前面的脚是脚后跟落地。OK， 如果你可以这样子是最好的。要是不行的话呢，没事，站好来，然后往前就可以了。OK， 你尽量是弯后面这个腿再往前迈。好，最后一点你要知道就是呢，当我们往前迈后呢，我们身体不往前压直。下来的时候，你看你应该是跟你的左脚，你的身体应该是跟左脚是一个直线的。就是跟你的后面这个腿是一个直线的，看，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你感受你后面这个腿会很累的。OK， 好，这个你就不用做30秒，你做10个就行了，就是20个一共，然后停一下，然后再做第二组，好吗？好，第四个动作很简单，就是往上跳而已，但是一定要用前脚掌，然后你的脚踝尽量紧一点，不要太松，不要这样子啊，松，别，不要这样子 ，OK， 紧一点。一碰地就往上弹，这个就是一碰地就要往上跳，你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好。可以吗？就是抬高一直这样跳就行了。这个你可以做30秒，但这个比较简单。OK， 你可以做30秒，一分钟，如果不累的话做一分钟也可以，也是一样做两组。好，第五个动作呢就是十字跳。OK， 你就会先跳前后左右，前后左右，看在这边我会前后左右，然后再来左右前后左右，一定要用前脚掌，你的脚踝抬上来紧一点。 OK， 好，你问我一定要前后左右吗？我可以不可以后前左右，还是左右前后，可以吗？可以，你们要怎么跳都行，但最后就是一个十字跳，好吗？这个也是一样，做30秒，做两组。好，第六个动作就是高抬腿换去一个启动，做一个步伐。我觉得你们有打球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并步应该是怎么做，然后弓箭步你们刚才会的啦啊。如果你们不会的话，保证你们看这个步伐的网课。OK， 也是一样，我们先从高抬腿开始，高抬腿。OK， 你不管你可以做3个、4个、5个都无所谓，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你突然做一个启动，然后做回来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可以吗？1、2、3、4、5、6、7、8。
OK， 就是高抬腿，然后突然就做一个平行启动，去。OK， 好，你要是如果觉得你只能够做一边，你就先做完一边，再做另一边，好吗？当然，我们去这边一定是并步啊，启动完后并一步，然后做一个弓箭步，然后回来并一步，然后再来，可以吗？做完那边呢，你可以做左边的。再来 ，OK， 这个就是完完全全是步法训练。这个步法训练，你可以在原地做，同时可以加强你的腿部力量，加强你的耐力，加强你的爆发力，好吗？如果你觉得这两个动作都比较简单，你可以一左右，或者你可以让你的搭档在前面指去左或去右都行，可以吗？好，这个呢，你可以做一分钟吧。好吗？一分钟停一下再做，或者你可以算次数，也可以30个，然后停一组再做第二组。OK，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动作，半蹲跳，这个就是纯练你的爆发力的。一样，前脚掌，你下到一半的时候，到一半的时候你就立马用大腿所有力量往上蹦，上，然后慢慢下来，上，上。好，你看我落地的时候呢，我是用前脚掌的啊，看着啊，前脚掌啊。看到吗？我不会用脚后跟的，只要你是跳下来，一定是用前掌，要不然会很重。第一点，第二点，一定会受伤的。OK， 好，这个呢，你可以做20个，很好了，做20个，停一下再做第二组，尽量跳得越高越好，好吗？你做完这个了，应该就差不多了，你应该就累了，应该没力了。那个是初级的。OK， 那如果你是曾经练过的，那现在我们就给你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我们这一个我们做8个动作 ，OK 好，第一个动作呢，我们还是开关，但是我们有一个快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开，然后你可能做了30秒，你加速 ，OK 好，你的脚后跟抬得越高，你整个人就越轻，这个我觉得你应该有练过的，你们都知道啊 ，OK， 一样开 ，OK 然后加速 ，OK 脚后跟抬得越高，你就越轻，你就越快，每个慢动作你们都做30个。然后做一个30秒快的 ，OK 好。第二个动作是高抬腿，然后30个过后，我们就做一个快的，也就是小迷步啊，一样啊，抬高 ，OK。然后做了30个，你就加速，脚后跟抬得越高，整个踏得越快 ，OK， 使劲往下踏 ，OK， 不要只是带过啊，不要这样子，就软的，你看我脚踝是软的，感觉好像你的肉在晃动，也不要，整个人是紧往下踏，但是要用前脚掌。做完那个了。我们做第3个，蹲，打开，蹲，打开，好，蹲，打开的时候你做一个弓箭步，有些人会做一个弓箭步，有些人是用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前脚掌，这样开也可以 ，OK， 有些人是蹲，弓箭步这样子，脚后跟，然后后面是前脚掌，有些人是这样做，或者有些人是这样子也可以 ，OK， 无所谓，好，我自己本身是用前脚掌，就是蹲开，蹲开的意思啊，蹲开，蹲开。OK， 我每次开的时候呢，我不是左右开，我是一前一后，我不是左右，我去这边，右腿在前面，左腿在后面，再来，左腿前，右腿后，这个你可以直接做，30秒，慢30秒，快 ，OK， 慢就是，然后快 ，OK 都可以。如果你要一直做慢也可以，因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耐力和爆发力的训练。好，第4个就是弓箭步，好，但是不是像这种站着腿，不是，就是连续做的 ，OK，OK，、OK? OK, 身体不要往前这样子压，直点落地，前面是脚后跟，后面是前脚掌 ，OK， 往下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腿部力量训练对我而言，好吗？他做了弓箭步，同时还练到你的爆发力，你的可以起跳很好。OK， 这个你就不用做快，这个我们就纯练这个就行了。你可以做30秒，可以做2组了哈。OK， 好，然后第5个就是小迷步起跳，然后小迷步正手，小迷步左边。好，这个我让我的球员来示范啊。我说跳，还是我说去反手，还是我去正手？就由我说，他就做就行了。好，当然这个如果没有一个人帮你就指挥你的话，你自己做也行。好，刚才我们是做高抬腿，这个我们是做小迷步。OK， 小迷步是怎么做？来，就是快的，就是往下踏的。
好吧，好，来，准备走，跳，跳，正手，反手，正手，跳，跳 ，OK， 好，这个呢，它会很累啊 ，OK， 所以你这个你可以做20个，已经很好了，可以吗？你做20个，然后你停一下，再做第二组。好，如果你觉得你的体能很好的话，你做30个，那会更好。OK， 这个就是要求你的发力，要求你的第一反应。别人说跳你就直接跳，别人说正手你就赶紧去做一个启动，去一个正手，能理解吗？这个呢就是收腹跳 ，OK， 它不是这种跳，它是跳起来收起来。OK，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们练过应该会的，做30个啊，收腹跳。收的时候呢，尽量收的内收，收的越多越好。一样落地的时候用前脚掌，整个人轻点，跳高点啦。OK， 跳得越高越好，收得越多越好。一样做30个，你可以做2组。好，下一个呢，这个会，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这个稍微会比较难一点，但是我先做一遍，然后大概跟你们说怎么做。OK， 也是一样用前脚掌，然后呢，一个腿是一直保持跳，一个腿是高抬腿，前右前右是这样子啊。OK， 好，很多人呢，如果没有做过的话，他们会这样子做。OK， 很多人，我跟你说，太多人这么做了。OK， 我教学生教那么久，大部分每个人第一次做都是这样子做的。OK， 好，好，那如果是你不会做的话，应该怎么做呢？这个就练到你的协调性了啊。我教你们怎么做。所以呢，它是抬上来你跳一次，下来再跳一次，上来跳一次，下来再跳一次，所以是上跳，下跳，上跳，下跳，上跳，下跳。所以这个腿是不是上下同时跳，不是这样子。OK， 它上跳下跳，所以你可以停一下，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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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熟悉了可以做快的。OK， 你的手可以动一下啊。OK， 别这样子啊。OK， 手可以抬上来。OK。平衡啊，左边。OK， 好，你会看我落地的时候呢，这个也是用前脚掌。OK， 一碰就抬上来，然后后面这个脚也是，这个一直保持跳的也是用前脚掌。OK， 换边了。OK， 这个一样的，在场上你的启动、你的反应、你的灵活性 ，OK， 这个都是有帮助。这个呢就是前前后后前前后然后加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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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左加速的。OK， 我先不要做那么快，也就是这样子。然后快的时候是 ，OK， 就是 ，OK， 当然你要到最后就是为了加速了啊，你 ，OK， 脚后跟抬高一点 ，OK， 然后尽量抬上来动了。这边呢，很多人做慢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这样子做。不要啊 ，OK， 你还是要做，还是有速度一点 ，OK， 去做，我快一点，好吗？就是快，但是大步点而已，然后小就是快，但是小步，可以吗？就这8个动作 ，OK， 你可以每一个动作做30秒慢，30秒快，做完一轮，然后再从头来做第二轮，做2组。就 OK 了。好，做完了那些动作呢，做完那些体能训练呢，我们就可以练一些核心力量啊，一些腰腹力量啊等等的，好吗？这个高水平跟初级都可以一块做。好，第一个呢，我们会练这个展腹啊，就是练你的这个腰腹的，好吗？来，这个动作怎样？你一个搭档可以按着你的腿，然后很自然的抬上来，对，抬得越高越好。OK， 抬得越高越好。OK， 好。会了这个呢，你可以拿球来，可以拿球，你每次。这样抬上来啊，你每次抬上来的时候呢，你就做一个扔球的动作，最好是可以扔过网。好，准备走，扔 ，OK， 抬上来扔，扔 ，OK， 好吗？做完后你可以换人来换人 ，OK， 准备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是没有办法练，这个是没有腰 ，OK 。好，当你在家里练的话呢，你肯定是没有一个网，对不对？那你对着墙壁扔也是可以的 ，OK。往上扔，扔得越高越好。好，下一个呢就是平板支撑啊，好，平板支撑就是这个动作，来做一下。
就是这个动作。好，很多人呢，他们做这个动作，他们做错，什么意思呢？好，做错是怎样？这边会往内凸进去，来，再来，说，看到吗？它这两个骨头会上来，他们会是这样子，对啊，就这两个肩是往后的，然后挺胸，然后这样子趴着，不是啊，不是这样子做啊，这边不是往内凸进去的 ，OK， 这边应该是上来的，你的肩是往前走，起来，对，挺出来，对，应该是这样子的，中间这边是挺出来，所以你这个肩是上前的 ，OK， 然后你的这个肚子会收住，好吗？平就行了 ，OK， 你可以做一分钟，那很好，有些人可以做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那就更好 ，OK， 好，到了这个时候你应该会很累了，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做一个俯卧撑。好，俯卧撑呢，很多人做的方法都不对，有些人太高啊，有些人太低啊，有些人就是只动他的胯，有些人这么做，对吧？哈，这样做，对不对？还是，哇，那么丑的一个动作，就很奇怪的动作了啊。好，因为正确的动作呢，应该是你不抬那么高，你放到胸口这个高度，它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整个人是挺住的。比方说这样子啊，按理来说正确的动作是这样子 ，OK， 挺胸下去，停一下。上来 ，OK， 每一次你下去的时候呢，你的胸、你的整个肌肉是紧，好，避免你们做错，好吗？啊，我们就做另外一种，这个呢，就算你怎么做错的好呢，你都是可以练到的 ，OK， 好来，就这样子啊 ，OK， 好，下去，慢慢下去，碰地，然后手稍微抬起来一点。然后慢慢的碰地，然后推上来，推 ，OK， 推上来你可以加速的推，然后再下去 ，OK， 下去，好，停一下子，然后再推，对，下去，停，好，推 ，OK， 好吗？这个呢，你可以做十个，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你可以做五个、八个都行 ，OK， 做到你没有力，停一下，做两组就可以了。好，这边快快的说一下，下一个视频呢，我将会教你们假动作。OK， 好，那你们一定要帮我点赞这个视频，越多点赞，越多弹幕，越多评论的话呢，也有越多转发的话呢，那个视频就越快出来。OK， 就是假动作 ，OK， 这些停顿球啊 ，OK， 我可能会选一两个来教你们，下一个视频就会教你们。OK， 所以赶紧点赞、转发、评论、也弹幕。好，我再给你们一个 bonus， 一个多一个训练。好，这个要是如果你们还有体能的话，你们可以做，或者是你们只做这个也是很好。这个呢是最对我而言是最好的一个减肥的一个训练。OK， 对我而言啊，这个就是无氧，就是短冲。OK， 你很多人说哦，我要去跑步慢跑，我跟你说慢跑这种呢都没有那么好，短冲又快又短，它的这个效果就很好。你就算跑完后回家睡觉，它还在燃烧脂肪。OK， 短冲呢？我们跑的时候呢，我们不会用脚后跟这样子，我们会用前脚掌，我们会这样冲冲 ，OK， 不管你是冲多远啊 ，OK， 只要有一个空地就行，你可以在你的停车场 ，OK， 如果没有车的话注意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在公园，只要是有两边场地到三边场地的这个距离就行了 ，OK， 一边场地是6米，那就是12米，然后接近20米。哎，冲20米，然后20米回来。哎，你冲的时候不要用脚后跟啊，不要这样子冲啊，不要这样子啊。OK， 我们要求的是只用前脚掌。OK， 冲，我们是这样子的。你的脚踝一定要紧，练到你的爆发力，练到你的腿部力量。OK， 然后呢，最后一点，尽量，如果你跑的不是很长嘛，就是20米的话，吸一口气，然后冲，不要一直换气。Okay， 如果你可能第一来回你可以做一口气，第二、第三来回你觉得哎不行了，然后到中途你换气一下，看你能够，就是你尽量用最少的换气方法去跑，因为无氧嘛，这样子的话你心跳会加速很快，很好 ，OK， 燃烧脂肪也很好，练的就很有效。我的学生示范一下 ，OK， 他就吸一口气，冲过去，用前脚掌冲过去，然后冲回来，冲过去，冲回来，他能够做10趟，他就做10趟，好吧？来，准备走。OK， 用前脚掌啊！你看他冲的时候应该不应该很大声啊 ？OK， 好 ，OK， 好，再来一个。OK， 好。如果你累的话呢，你到那边你可以停一下，缓一下，缓几秒，然后再冲回来都可以，好吗？好，你冲完后呢，你的心跳应该会加速很快。好，那你就别这样子啊。我知道，
很累吗？对吧？那你应该怎样？他心跳很快吗？吸一口气，憋住，然后他心跳应该就会越来越慢慢，会越来越慢的。OK， 然后吐气，然后再吸，一秒后或三秒后，然后吐，再吸，再吐。OK， 他就会觉得哎，他越来越舒服了。这样子是专门练你的心脏的这个肌肉的，特别好。OK， 你别每次累的时候，你要赶紧恢复过来，对吧？训练的时候，每一次很累的时候，心跳加速的时候，吸一口气，没事，让它跳，憋住到你不行了再吐，再吸，憋住再吐，差不多应该四到五次你就慢下来的心跳，对吧？这个是很好用的一招。OK， 好的，今天的教学就到此为止。像我说的，我自己更喜欢这个短冲。OK， 它不只是能够加强你的爆发力，加强你的这个腿部力量耐力，更重要就是它可以燃烧脂肪，尤其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吃，一直在喝，对不对啊？你要把这些脂肪全部燃烧掉。这个训练呢，你回家睡觉了，它还是会在燃烧这个脂肪的。OK， 然后也要记得这个呼吸的方法，特别特别有用，好吗？转向继续的做。然后如果有些人可能会问，哎，那要是如果我做跳绳呢，可以吗？也是可以，哎，只要是跟体能有关的。也就是这种让你心跳加速的这种训练都是好训练。好，这边我说一下，下一个网课呢，我们会出的就是网前技术，就是搓球、勾球、挑球、推球 ，OK， 还有扑球 ，OK， 然后出完那个，我们可能就会出反手的了。你们一直在问的，一直在懂的，反手高球怎么打啊？被动球怎么打？那个网课也快出来了 ，OK， 那就先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在下面评论，我们下一个视频见。